每一个鼓励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给您翻场，哎，可以念您网名，不过这太多了，有的英文我也不认，念一串就要命，就简单的给您念一念。那么下一节目呢，是个好节目，什么节目呢？咱都知道摔娃娃有各种派别，摔娃娃这节目是什么时候？80年代以后才开始听，在我前些时候不让说了，禁止都48年、49年段子。但是这个段子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好玩？他分人说，今天这个摔娃的演员，我们请到的演员是王子健、马春然，鼓掌欢迎。这就是最后一个节目了啊！你要说到6点去是吧？对，刚刚接到通知，马上得去外地。哎，挣200块钱是吗？这个时不我待，确实是因为也是有一个演出，叫这钱不钱的，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了，人家临时调时间呢，你就得救活人家，是吧？都是观众，这个而且呢，人家虽然攒的没多少钱，10万块钱。这多1块钱您都不去是吧？这是开个玩笑，这个就是接到一电话马上得走啊，说不去不行，看不见我当场抽风。那你赶紧去吧。这个我就说呀，我能不能晚去一会儿？没见人抽风。我想看看什么怎么抽。你看你这浩哥出事那天我也没敢上。咱们这个家人没好利索呢，现在去还能赶上。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这个，你看这一表人渣，准知没头一句介绍您就来句好词，一脸的坑坑洼洼，这个就是长得像高尔夫球似的这么一个人，就黑的。这个是陈素老师啊，这老搭档，吓我一跳，您以为好开个炉就瘦成这样？还烫了呢，想去吧。陈素文老搭档了，哎，老大了的。这个马春然，那是我，也是李立山先生的徒弟。哎，搁我们行话说呢，也是票友。跟师傅一块砸还得，不是他您啊，您是票友啊，对，也是天乐票房的，从哪儿来的？跟这个陈素老师俩人一块儿，是那会儿陈素是逗哏，没错，他是捧哏，是说了一段这个叫什么呀？劈瘸，哎，那是小字儿啊。在这说了一段，挺好。那会儿呢，我也是，当时我也是寻觅搭档，看见这段，反正当时觉得这捧哏的不错，当时想跟他们联系，是。后来呢，没联系上，那陈硕太宽了，没够着。一把一夹，你知道是先往左吗？先往左，挑好位置，椰子向下一抓，你花多少钱蹬的这个？我刚看明白了，来福士那儿蹬的是吗？两个蹦儿，就是把他给拉下来。这个陈硕这么一病呢，他也是欢欣鼓舞。哎，对，这个哎没有，哎，我把实话说出来，就是说呀，终于到他有机会了。现在我们俩合作一个，他姓马，叫上春下燃，哎，马春燃，我姓夏。上春下燃，上面是。这没包袱，我没有什么特色的那个。你培养出来的年子，上半身春哥，下半身就燃了。哎，还是没有包袱。你说你这个名字、长相各方面，你就不合格呀？哪儿不合格呀？没得刨啊！是啊，没得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捧哏。而且说您这人说相声，我一直就很纳闷儿，奇什么怪呀？非常奇怪啊！就是你说，各位可能不了解他们家，马家，哥，怎么了？这是有钱、啊，对，有点钱，特别趁钱，稍微有点家底，太趁钱了，家里趁的40多个亿，没那么些了，没那么些了，40多个亿，那得多少钱？你说趁40多个亿？我就纳闷儿，你为什么要说相声？
我为什么说相声？你吃饱了撑的，你是饿了是吧？脑子有问题，脑子有问题，趁那么些钱给人说相声，脑子有问题再进去北京，玩儿就是，就是说反正很有钱吧，很有钱。你说四十，那倒是开玩笑，稍微有点，对，有点，反正三四个亿准有。也不少，三四个亿、啊、你不信一会儿各位带他去医院化验有化验这个的吗？医院化验的，就医院就你们家开私人诊所，就这么有钱，您开得起医院、啊、对对对，了得吗？就是世上最挣钱的行业啊。什么行业？街道、哎、不是行业吗？这卖药办学校，这位突出后两个，哎，收这个学员，是，对，办学校收学员，叫相声，哎，这个课那个排字儿是吧？兄弟班社就不要再是吧？对，不好，确实是这个家里很有钱，但是说他们家的这么些个钱呢、啊，不是他挣下的，那是我才多大岁数，跟他没关系，对，那是他的怎么着祖上祖产。他的曾祖，别这么拍，别这么拍，以上啊，曾祖就完了。曾祖有钱，对，有的是钱嘛。好，那是一说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什么时候？那就早了，那就早了。一说多早？明成祖年间，我曾祖六百多岁了，啊，那就是我们祖宗不就完了？祖宗，曾祖辈儿的祖宗，你祖宗。你祖宗行吗？你祖宗没那么欺负人的。好像就六百多年以前，明成祖年间。对，明成祖都知道，这人叫朱棣啊。对，燕王朱棣。朱棣，成祖朱棣，他呢是这个太祖啊，朱元璋的儿子。对，但是朱元璋死了，皇位可没传给他，传给一孙子。传给他孙子了，对，就传给太孙了。对，朱允炆，没错，史称建文帝。哎，那史一称，哎，是这么记，建文帝，就建文帝，史称啊，他建文。对，看见有文呐、啊，不还是史称呢？啊，历史上称为建文帝。建文帝朱允炆，对，朱允炆呢，在位也没多少年。是被叔叔造反了，谋首反。哎，这个朱棣，燕王从北京带着兵一路打到南京，从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呢，他就给这个朱允炆就给推翻了。对呀、啊，推翻之后朱允炆怎么办呢？怎么办？跑吧！我说啊，朱允炆，亡国之君，朱允炆跑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不着，得找啊。对呀、啊，海内外九州大地找遍了没找着。说上海外找去吧，海外找，海外找去。哦，上海外呢，这么一找得派人出去。哦，这会儿有一个降将，谁呀、啊？原来是这个朱允炆这边啊，带着过去打北京的。哦，这么一降将，哎，官不大，叫马卫。马卫，他的祖上。哦，这是我们祖上。哎，马卫，这会儿后来投降了这个燕王朱棣了，跟着这个成祖了。哎，那马卫这会儿呢，已经啊是净身当了太监。哎，我给你找去。不，别，先别找，先别来。称为三宝太监，赐姓郑，郑和下西洋，就是你们祖上的。您下西洋之前，我先问一句，他降之前有后了吗？他这个？那你史书上就没有记载了。废话，那太监呢？我们祖先是太监，我哪来的？不是，反正就我给你找一个有门面的，有门面的给你当主。有门面不行，别的没了这个。有门就行啊。有门他没后啊这个。哎，没有后面有啊。别胡说八道，没听说。什么意思呢？不是太监，就是他不是太监，就是我什么意思？不是他。不是郑和，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就一官儿肯定。明太祖朱元璋，你们家是外戚啊？对，外戚，王莽，哎，气的外，哎，气的外，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外戚？外边的这个官员，外边外府的官员，外戚什么意思？就是
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哎，这姓马的，大小马皇后，哎，对对对，开小卖部嘛，哎，是吧？不是哪儿又开上小卖部了？哪儿开上小卖部？大小我们开小卖部了，像话，东北的那是啊。马皇后，马皇大脚马皇后吗？马皇后是你们家的祖先，你们家祖先马皇后的弟弟。哦，哎，外戚一直做官，这对，一直说从明朝有名一朝就是大官，对，一直到清朝，清朝还是大官。哎，为什么说到了清朝，明朝的皇亲还能当大官？说为什么呀？汉奸呗，哎，这还能，有狠话吗？里边有好话，汉奸像话。刚开始老百姓不理解，认为是汉奸，有能耐是不是？但是到后来大家这么一弄明白了，发现确实是汉奸，还是汉奸呢？确实，反正官做的很大吧？官大，不是汉奸，做的很大。是那会儿呢，都抬着旗了，还有战旗、汉军旗的。哎呦，这了不得了！汉军旗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就姓甄，姓甄，原汉姓，姓甄，给一个家字，哎，叫甄家氏。哦，对对对，对吧？姓侯的，我师傅啊，侯老侯家，是侯家氏，侯家氏，满族，哎，就是汉人嘛，抬了满族旗了，对，侯家氏，哎，你们家叫马家爵，哎，我锤死你，你信吗？锤死你，你还会刨根呢？满族，哎，就是汉人嘛，抬了满族旗了，对，侯家氏，哎，你们家叫马家爵，哎，我锤死你，你信吗？锤死你。你还会刨根呢？怎么都判了？都那个马家爵行吧？就是叫马家氏，马家高官厚爵。对，哎，就有钱，哎，而且是有钱有势，一直呢传到这个清末了。清末，清末顺治年间的时候，啊，末年。清治这个顺治年间，顺治不是清末是吧？顺治明末。害了你，你就害我，多大精气神儿给你！你就害我，就说这那会儿贪呐，就是这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雀花银，贪了很多，就是知府才多大的官儿，四品，是吧？四五品，四五品的官到头了，从二品啊，大多了这个，从二品那得挣多少钱呢，啊？是，得挣多少那个昧心钱？哎，您就别提这昧心，得挣多少这个断子绝孙的钱？你说得挣多少这个生出重孙子没有屁眼的钱？你别骂了就完了吧？我也是借您的表达情怀，是吧？啊，我喝着去了。是，反正就是他挣了不少的钱，但是呢，嘱咐自己子孙后代不能再做官了。啊，那对。看不上官场上的人情冷暖，太黑暗了。而且呀，你们祖上有先见之明。什么先见？有先见之明啊？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个看出清末的颓势的哦，那也说这个政府有一天要被人推翻了，高瞻远瞩，再来了人，我当官我就得崴，是，哎，我不当官了，我让我们家人当个大地主还不行？哎，这行，当个大地主啊，对，得了，反正挣那么些钱，躺着花一辈子也花不完了，花不完，是不是？太多了，哎呦，这嘱咐自己子孙后代不能当官了，不能当官。买地去，买房子置地。哎，你看人这眼光，当地主啊，就传到您爷爷这一辈儿哦。哎，传到您爷爷这一辈儿呢，离开了直隶总督府，地是在保定啊。对，离开了保定，奔北京走，走的一个地儿走不动，哪儿啊？宛平城，宛平县。哎呦，太好了，宛平城啊，山美水美人更美，京西那边景色好。呵，就跟这儿扎下了吧，是扎下花钱买。买出是能买下来的房子，是能买下来的地，都给买了。趁钱呢？你爷爷落一外号叫什么呀？马半城。哦，这什么意思？什么叫马半城啊？就是说出去跟人查价，是他有一马人儿，没半个城。我爷爷是老炮是吗？什么叫马半城的人呢？这是啊，马半城，马不是这么解释？怎么解释？比如说啊，我给你怎么举个例子呢？你成不成马半城？哎，比如这儿，今天咱们这儿，啊，就是京西的宛平了。对，从这儿一刀切下去，哦，这边的一半都是你爷爷。哎，你看这边观众也欢欣鼓舞的鼓掌。不要着急，没怎么挣钱，马上就过去了啊！不像话，什么不像话？半城的产业都是你爷爷的产业，把产业带上，哎，都是你爷爷的买卖啊。对，哎呦，有钱。
一直发展到你父亲这一代，是家里钱是立滚立的越来越多，那对宛平搁不下，宛平搁不下，进北京啊，去哪儿啊？进北京啊，你父亲带着家眷进了北京啊，到北京，北京当时两趟商业街。到哪儿啊？一个是地安门大街，哦，地百，哎，还有一个是这个前门大石烂，哦，最早的两个，哎，到大石烂是能买下来的买卖都给他买下来了，这么有钱，都落一外号，叫什么？马半街。什么叫马半街？解释解释。哎呀，别人这儿啊，就是前门大石烂。接下来是就这边这一半都是你祖宗。可以像话的多放弃，都是你父亲的产业，你把产业说清楚。哦，太有钱了，你说有钱到什么地步呢？什么地步？这在北京买房，他在北京能买房。没多少钱，不，你得看买什么房了。什么房？一般老百姓家那么小房子没多少钱，你们家房子跟王府似的，哼，大四合院。过去一说王府分几进几出，我们家是几进？你们家一进一出，这还大呢？我的天，骑自行车都溜不开的，别我天了，一进一出，像话？没弄明白，什么意思？一进去一出来啊，啊一天。一天进一天出来，一进一出大院。我们家住迷宫里是吧？不，真进出来啊！这你得找到火焰杯，你才能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传说我没鼻子封，你知道吗？我没有，我这个啊，没玩过。不是，说这些说什么了？说这说这。说什么不知道，想起来了，讨厌，想起来了，真是。他说这反正就是屋子太大，房子大，从门口进去走到最后一堵墙，一天，这一进面一进一出，呵，你说他为什么不从后门进？从前门出去不还一天吗？这哎，反正太大了，而且这每天生活了不得，是吗？生活开销物如流水一般的，生活怎么了？是太讲究了。吃啊啊吃！首先来讲，人吃的啊啊，珍馐美味，吃的好的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是水里有草，河里蹦的，对，什么好吃什么，没错。各喝的，琼浆玉液，好酒啊，都是啊啊，穿的那任何人没有啊，哥天，我们一家人裸奔是吗？搁那院儿，我的天哪！我说一出一进的这个，啊、像话？不是穿的是好衣服，穿的穷人家没有。那什么样？九丝轮，绫罗绸缎，哎，贵的衣服。呵，好家伙的，什么咱们穿着什么礼服尼啊？衣服礼服尼，礼服尼做鞋的，呵，别的不知道啊。礼服尼像话，那衣服那叫什么呢？蜀锦的衣服，阿玛尼的，不、啊、是自行车吗？那不是，别那么多。说给这种人量活得多大精神啊！这个啊，你这心事，谁知道去了？我记着有一层泥，反正穿的太好了，就是整天是胡吃海塞、铺张浪费。对，但是说呢，也有这个发愁的事儿。这有什么愁事儿？也有这个发愁的事儿，没什么愁事。哎呀，你这穷人有穷人的愁啊，富人有富人的愁啊，那倒是。你父亲也有那个想不开的时候，哎，有时候他也有一件难心的事儿，是因为你爸爸没儿子。哎，对，那你跟谁说话呢？现在像话吗？我爸没儿子，我是谁呀？把这个问题忽视了吗？废话，你是你爸爸儿子，多新鲜的！他把你捅死，为了艺术，你把我捅死了。你要说你爸爸没儿子，没那个啊，开始的时候没儿子。你爸爸过去没有儿子，哎、你爸爸在有你之前没儿子，这话对不对？对对对对对，真灵，您这个灵不灵？太灵了，您这个。你爸爸是男的，灵不灵？哎，行行，串了，对不对？真是桃园三结义，搂不住你啊，搂不住你。
么摔疼了，就是你爸爸有你之前没儿子呀？对，但是说你来的晚呢，晚点。你是老生子，您给解释解释，是不是老生子？就是你爸爸是唱老生的，你爸爸唱花脸的，像话啊！老生子是老来得子，老来得子，他有个外号叫什么呀？马九一。哎，为什么叫马九一？就是你爸爸91岁那年。我爸爸现在在清华当教授呢，是吧？像话，秘方马五一，五一51岁，91岁那年5月1号有的你，还劳动节，你说这个啊？他再劳动91岁，劳动不出来了，这个51岁，51岁，哎，那也了不得呀！那当然，那也了不得呀！好，男人就这样。什么呀？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岁数就不小，他都到了知天命这年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你摸那谁摸惯了吧？这是。哎呀，是够着费劲啊！手感还不好。他这个知天命之年了，都不知道自己儿子呢，每天给他烦的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愁啊！说有一日，你父亲拿着一个酒杯，一壶白酒。在自家花园当中啊，干嘛？对着浩瀚的明月，自饮自酌，喝闷酒，自怜自哀呀。是。天哪！天哪！我操！这还老生子吗？这不是？还唱老生啊？哎，喝一口吧，喝一口吧。啊，满上了，这是。抿一口，哎，什么酒量？你倒一杯不就完了吗？还拿一壶干嘛呀？喝一杯就倒下了。酒劲儿大，酒劲儿大，没那么大。那会儿的木木啊，缓醒过来了，缓醒过来了，是醒酒了，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哎呵，再喝一杯又过几天。能不能，都跑了味儿、哎。这我能喝，医用酒精是吧？这是。想我王某人，哎哎哎，这，别一声，没一声，没一声、啊，我姓马，我爸爸王某人，像话，像话，多有意思啊！你有意思了，我也不没意思啊！我怎么个意思？不能是王某人，是啊，像我陈某人，你们俩一场的是吧？没，陈某人也不行，休想补。别补了，陈某人也不行，陈某人也不行。这人都住医院了，你不能给人安慰安慰。那、啊、你怎么不是？你怎么不跟他说？他这回那么难受，险些没窝过去，他就没有后啊！你正好，他死了跟我也没关系，这账事知道吗？啊，马某人，这是马某人，马某人，想我马哪个人呢？我马谁呢？他叫马什么？就是马，马善人，是个善人。想我马是吧？对呀、啊。想我司马某人、哎，你怎么那么先灵顺啊？这个啊，又复姓了又。什么呢？就是马某人。那司马是另一个姓。司马是父姓，对，就是你父亲的姓。你父亲的姓，你父亲的姓。啊，就是马某人，人家废话，依着你，依着你，那是依着我吗？那是你马某人，你爸非得姓马吗？非，那当然非得姓马，这必须姓马，必须姓马呀！姓什么不吃的？你怎么不姓马呀？咦，想我马某人，这么说着没有气势，废话，没有感情的投入，客观事实的，等的没办法。想我马某人啊，一生修桥补路，施米舍粥，净干好事了。我怎么就没个儿子呢？不是，难道是报应？什么报应？我小时候，老头上厕所往坑里扔过二踢脚。那老头遭报应了是？人家两口子新婚之夜跟门口学狗叫，
这窝子先生，小寡妇在家待着，和外头学生猫叫，他出来了。是因为什么事我才没有儿子？有一样你就有不了儿子了，这个。难道说是因为我没结婚？哎，那才叨不清楚啊，这个。赶紧的吧，赶紧的吧，还想啊？太太聪明了你。怎么可能没结婚呢？结婚了吗？这个结婚了。哎呦，这汗都下了。一想。哎，我没结婚不对呀、啊，我结婚了啊！我到你想想吧，这叹气呢。对、啊，隔墙有耳，让人听见了，让你们家小丫鬟给听见。哦，佣人。然后，老爷怎么又叹气？你这小丫鬟多大岁数了？这个多大岁数也不能。你说。他这儿有一黑裤子，裤子有根毛。我家找一什么模样小丫头？你妈放心呀、啊啊，是放心呀、啊。我爸还糟心呢。对呀、啊，老爷又叹上气，这哪行？赶紧吧，干嘛去？上后房屋啊，禀告老夫人知道。告诉我妈去。告诉老夫人去。哥，好。要去奥运会呀、啊！这个，你有完没完呢、啊？这个跑多远呢、啊？这个你们家屋子大，那你适当学学就完了。跑完了以后停了步上船。我们家还有湖，你看。饿好，先不船劲儿跑。哎呀，我说一出一进的，实在跑到啊，跑不动。把手机掏出来，有电话呀，缺心眼吗？这不是？哎呦，你早打电话，给你母亲拨个电话啊，拨过去，你妈那边电话响，哎，拨了本噔，拨了本噔噔，诺基亚的还是？拨了本噔噔，拿起来，喂，那边，累了，你妈说话也讲理吧，你要是不方便就先挂了。我妈还经过见过是吗？哪儿那么些废话呀、啊？赶紧打电话！不是不是不是，是老爷啊！说清楚了，老爷又跟院里叹气，您快瞧瞧去吧。对，然后说行，我瞧瞧去。一推窗户，啊行，我这我都瞧瞧去。行了行，挂了。赶紧吵了吧，多缺心眼儿的。啊、老爷又叹气，是你妈心里老大的不痛快。瞧瞧吧，瞧瞧吧，豁出去，救个老爸子啊！搀着你母亲奔外就走。我妈腿不太好，你妈没有腿，哎、没四人抬一枕头出去，没有腿，两个肉扑哧，像话，有腿，有腿，紧刀啊，有腿，有腿，有。后来是装了两条假腿啊，没装假腿，啊、真腿，一条真腿，一条假腿，你老离不开假腿啊。就是真腿，几条真腿，两条真腿，一条假腿，哎，对，三条腿，像话，凳子，没有两条真腿，两条真腿，出什么事儿了？两条真腿，两条真腿，对对，两条真腿，对了，不要假腿，不要假腿，不要假腿了，对对，退了去，对，还是有假腿，反正就不是没有腿。啊、过去妇女缠足裹脚，这对脚小出不了，脚小。过去讲究三寸金莲，是你母亲呀、啊，别人三寸，他是呢，他是金莲。哎，你妈金莲，你妈金莲，你妈金莲，谁金莲？就别人是三寸，哎、三寸，他比三寸还得小，还小，两寸八，这么小，零一尺五。哎，您零一大头啊。雪橇是吗？有那么灵的吗？那一尺五是指甲。那你这大也不像话呀！留那么长指甲干嘛呀？有钱人嘛，你看过去老老模样啊，你看过甄嬛没有？没老模样，都带这指甲都留长了啊！耽误事，而且他不耽误事，不耽误事。没事儿，不问外出、啊，就是一生气一要杀人，从脚从手扑的出来了。哎，你妈外号金刚娘啊！
品种了，这是啊，金刚狼，金刚狼的妹妹，金刚娘，像话像话，你这一说鞋还坏了，所以一生气指甲破鞋而出，你妈破鞋。就搀着猪过去了，搀着过，看见你父亲了，看见了，过去问问去。不是，你这是怎么了？我心里难受。怎么难受啊？我心里不舒服。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我说不出。哎哎哎，等会儿，俩人这么说话，那不还金莲吗？我妈。没弄明白，怎么没弄明白？就买一个，没弄明白，就说话这功夫啊！你妈站着，你爸爸坐着。哎，别那么多几个，赶紧站起来得了。没听明白，一块儿说，赶紧。这懂了吧？啊，懂了。你爸爸坐着。我爸爸坐着，你爸爸坐着，爷爷还在外头溜达呢。这他们都不领情，是一会儿出去就领情了。哎，没听，就是一个坐着，一站着。啊，对，都站起来，都站起来说，都站起来。啊，你妈得问问问吧。我说老袁，哎啊，喂，别这儿喘气。啊，老袁，不是问老袁喂啊，他是问你老袁，嗯，为什么叹气？还是老袁。话多行吗？老袁，你太乱了，你这个。我说老袁来，您老袁来有什么可答应？不刚才坐着呢吗？这不是？老袁来有什么可答应？你要说你这样，你的马春然他爸爸。哎。但是这不可以，因为当时还没有你们呢。我把女的都领家里了。老员外，您何叹气？啊，问问吧。结婚这么些年了，结婚这么些年，东北的，就是结婚了这么些年了。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听着，这是包袱特点啊，是主要演艺术特点。结婚这么些年了，是。我是短了你的吃了，我是短了你的穿了，我还是短了你的奶。哎，奶样的，奶样了。您听这话没错啊，就这缺德身上。我不比，我怕大伙误会不了。下回把你绑上。已经误会了，已经误会了。我短了你哪样了？哪样啊？哪样了？行了，哪样啊？这父亲说啊，鹌鹑呐，哎，鹌鹑，鹌鹑像吗？鹌人啊，鹌人呐，哎，我把你狗子出来，什么话呀？什么叫狗子出来？取，我把你从银行取出来，银行啊，就那地儿啊，银行。还是金莲吗？那不是啊，你金莲是张大虎去娶过门来啊，我把你娶过门来。哎，多少年了？我爸他新疆人。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别废话，多少年了？你妈一琢磨，傻丫头，这300多年了吧。我妈是妖精是吧？她不是金刚狼吗？像话，谁没金刚狼？什么事儿？真当呢？30多年了吧？头不短。赵啊，赵啊，30余载，你是与我生下一儿，还是淡漠一女呀？这话没劲、嗯。不生不养我，要你何用？说着话，一摆手，他不理你妈，生气了。你妈一听，当时就不干了。那肯定的。我的天哪！你要干嘛？我说原味啊，原味啊，
难过了。你这么说话有个意思，没什么劲。你怪我不生硬。是啊，当初公公婆婆在的时候，就埋怨奴家不养活，老费心。现如今好容易、啊，我把他们都弄死了。我妈是一女魔头是吗？把家里人都杀死了。啊，把他们都怎么呢？把他们都病死了，他们都宁死了，哎，宁死了，病死了，他们都一病死了，哎，对，你哪儿那么些话多了，就是病死了，他们病死了，不是，行，依着你病死了，哎、病死了，真是，好容易就盼着他们都病死了，这不是什么贤良的人，这个，你又埋怨我不养，伤人呢，不养活怪我吗？这话，嗯，对，我跟你们老马这是没养，嗯，没怎么意思。可是你扫听扫听去，扫听什么呀？我跟娘家当姑娘的时候，我少养活了吗？什么呀？小猫小狗的，你有那养活狗的钱，你把你这大喘气治好了不行吗？小猫小狗的。别这儿喘气，不生不养能赖我吗？赖谁呀、啊？你得积德呀。这话对，怪你不积德。是，你得积德呀。没错，你爸一定有道理。哎，我得积德呀。是，我得积德。我得积德。不是，你说柯南都逮不着啊？哪个积德呀？我能逮去吗？哪个积德呀？我怎么逮呀？像话，怪道积德呀。积德行善你得积德行善对积德行善的时候我得您老离不开那积德什么就是积德行善的对这个修小补路施米舍粥不能停对完了之后还得干别的行大善还得行什么叫行大善什么叫什么拜名山许愿啊这对这过去叫拴娃娃呀是啊什么叫拴娃娃您说这是一个小迷信啊啊这过去一说家里没孩子上那个送子娘娘店去对拿这红绳拴一泥娃娃捧着回家说呀就能怀了孩子哎都怎么说哎都是迷信那会儿他们不知道啊对拴去吧为了你你的父母是拜遍了华夏的名山都去过哪儿啊去过这个西岳的华山那是为了我去过东岳的泰山那为了我去过佛圣的五台山那为了我去过道圣的武夷山为了我还去过一个那个什么花果山那为了求取真经那个求真经啊什么叫花果山呢那是哪儿呢京西妙峰山京西金顶妙峰山这个地方都说妙峰山的送子娘娘最灵、哎、那块灵啊上那儿去吧是妙峰山哪天开庙门哪天四月初一开庙门哎对你说多开玩笑这个日子这为什么呀啊愚人节四月初一开庙门啊别说四月初一了啊三月二十八号你父母就得出门你出那么早啊为了烧这头一柱的高香哎赶这早哎烧头一柱高香对好家伙的一听说你父母要出门是街坊四邻嚷嚷都有他们什么事儿都知道老马家有的是钱妈老太爷娶的这大奶奶长得是倾国倾城哎标志票哎就是有点残疾哎但是哪有残疾呀说说就下道哪有残疾但是这个大喘气嘛哎稍微这那不算残疾就听说漂亮啊长得漂亮、哎、有这么传言的没瞧见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妈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哎对规矩大没有腿吗是吧还没有腿还是假腿是吧规矩大规矩大对这回要拴娃就不能不出门了那肯定得走所有人把这屋子给围严实是就要瞧瞧这个马家大奶奶到底长什么模样都想看看到底长什么模样哎好家伙的你母亲、啊、一听说要出门了总得梳洗大便一下啊别别别弄一屋子多不好梳洗打扮一下不让大便哎改貔貅了像话像话有那个别说出来背后做梳洗打扮梳洗打扮一下吧是吧梳个头
啊，对，梳个火车头。哎，你妈脑袋梳铁道，像话？怎么了？美人头有劲呢、啊？火车有什么劲？美人头啊，美人头，糊一脸的团粉，哎，勾芡呢、啊？团龙粉，团龙粉，哎，再带一脑袋葱花。我说您哥那个后厨出来行不行啊？一脑袋鲜花，一脑袋鲜花，对，梳洗打扮完了，烫烫脚。什么东西？还是假腿呀、啊？还是拿回来吧，拿扔了，别拿回来了，有真腿。是是是，你老离不开这假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烫烫脚啊，沉度储库。走，还是金刚狼。出门，吱扭扭，门分左右这么一打开，门开了。你母亲袅袅婷婷往外这么一站，是的。观众一看，这个马家大奶奶长得是真漂亮，哎，连鼓掌带喜劲，好啊，咦。我妈唱大舞，一看观众这么热情啊，赶紧过去观众打个招呼吧。是，观众朋友们，想死你们了。哎，我妈一年出来一回。你说学的像不像？说这意思吧，观众一鼓掌，你妈一害臊，跑到轿里头去，搭下轿帘来，轿夫这么一起轿。奔妙峰山就去，拴娃娃去了。哎呀，到妙峰山底下这么一看，哎呦河，恩乃河，哎嘿嘿，恩乃河。妙峰山底下三条河，你这哪那么多废话？就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出了事儿了。有什么事儿？斩去了啊、嗯！都到这投柱香，那肯定的。妙峰山底下呜，站满了人了。赶庙会不少，站满了人了。对，你们家眼看这投柱香要烧不上。那怎么办呢？这也就是你们家了啊，换别人家做不到，是吧？你们家是大富之家，哎，你妈当时出主意，什么主意？我出去给他们都弄。哎，别，行了，息怒，别，息怒，低头一个掐死，收了神功嘛，这没那么些，我妈不会这个，庙里那个。你爸劝。人活不行的，这是咱们行善积德来的。对，今天就不能杀人了。是，哪一天也没杀人，不能杀人。你把俺老大不服，哎呀，你说，你爸就是出主意，是拿钱买路。这什么意思？甭管谁排在你家头子了，100块钱现在羊，问候挪一个。这得多少钱呢？这也就是你们家呀，啊，有的是那个脏钱的。你那脏钱呀，我拿着钱出来埋路啊，这叫什么？叫什么？敬山。哎，对，是不是？对，你把这手拿着一摞银票，是这边嚯一斗大官，都躲开啊！我要敬山。你听，您对对，我要敬山。别，敬山，你还得拴娃娃呢，完事儿再敬，不管知道吧？敬山，什么叫敬山？敬山呀、啊，我要敬山。对，我要敬山。敬山，给钱。这么说，从山底下到山顶上，20-30万块钱的现代羊，发了一人100得多少钱？呵，上那庙里头啊，是不是人都轰出去了？整个这个娘娘殿里头，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这好，跟一个老和尚。哎，你闺女，出去出去，老和尚出去。你妈也说了、哎，老和尚出去，对，出去。哎，小和尚来一个，小和尚也不能进来，干嘛呀？这是还俩，没那个。你得有一和尚敲磬啊，那你还把老和尚弄进来了？老和尚回来吧，哎，你都不知道体谅你吧。老和尚敲磬吧，对，敲磬好歹有鼓槌啊。是，没关系，别管他，敲磬啊，对，嘣敲。你妈呢，在娘娘跟前扑通这么一跪，哎，双手合十，默字祷告。老娘娘啊，老娘娘，您在上，奴家缺门德事在下。我们可以，不对不对，你妈才姓缺呢，你妈才缺德。马门啊，姓马，马门，马门不可乐，不可乐也姓马呀，啊，不可乐姓马，不是，马门某事在下，哎，马门某事在下，求求您了，老娘娘。赐我个子儿啊！我妈买
螃蟹去了是吗？还传奇的还得干嘛呀？赐一个子，别走小蛇。赐我个子嗣，哎对，后代。若您还了我的心愿，我愿散尽家财为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心多诚。祷告完了以后，扑在地上，啪叽啪叽啪叽，哎，磕了三个响头。不是怎么磕头这动静啊？也不是谁呀、啊，跟那儿吐了口浓痰。磕了三个头，太恶心了。从怀里掏出一红绳来，啊，这可就要拴娃娃了。开始了，找了找，一看房梁上的有。哎，正好拴这个，这不能拴。这怎么了？梁上的君子将来长大了做贼。哦，坏人。又看了看，呵，泥坑里有一个。那拴这个吧。这是败家的乞丐。哦，我千万贯家财让他一人败干净。那躲开他。这不要。你看老娘娘跟前有一个。哎，这好歹。这是九五至尊真龙的天子。那拴这个。这不能拴。这怎么了？有朝一日起兵造反，致天下黎民苍生不保。哎呀，这太耽误事。想来想去，一阵风吹过，啊、把老娘娘的那个供桌这个桌围子给吹起来。啊、你妈低头一看，桌围子底下有这么四个娃娃。是吗？哎呦，陈素，哎，你啊，丁家恒、徐强，哎，说一相声社，你说这个。几个人正跟那底下呢，干嘛？不，他们仨正跟那儿打牌，是吗？打牌斗地主。哎，小丁跟那儿，四个，徐强，俩猫，陈素，四个猫，是四个猫，有个四个猫吗？四个猫，四个猫，原来脑子不好吗？脑子不好，看清楚了。四个猫正斗呢，俺妈一看，这小小的孩子，好啊，说这斗地主，怎么了？我们家就是地主，不能斗自个儿家里去。不要，对对对，旁边一早看见你了。哎，我老老实实的站在那儿看书呢，扎马飞针，那是不如那个呢。哎呀，真有生活，您这个。不过正那儿嗨呢。啊，是。那一啪，这个娃娃。得怎么享受生活呀？是享受生活，不会花钱的我还不要啊！家里那么万贯家财给谁花？给谁呀？给这大儿子花。哎呀，就是他了，说着话，把红绳奔你身上这么一套，捧回家里去，他可就吓一跳了。是，回家之后没出两个月，你母亲身怀有孕。哼，各位啊，不服行吗？不服行吗？不服行吗？是老和尚灵啊！对对，大哥，老和尚那酒杯满一岁，老和尚九十一岁啊！老娘娘灵，老娘娘也灵，哎，也灵也。那老和尚也灵是吧？老娘娘是精神层面的，那老和尚是肉体了是吧？像话了，就是老娘娘灵。非得把事坐实了不可。没有啊，你看，这反正就是灵啊。灵了，老娘子灵。简单，您说十月怀胎，哎，你母亲把你就给诞下来。行，这得说话呢。诞生吗？啊，对，你是蛋里生的吗？哎，对，我还有天书是吗？我蛋里生的。什么意思呢？把我生下来，你诞下来了就完了。生下来之后，出了满月，你们家人还得抱着你回庙奉神。干嘛去？得烧香还愿。哦，对，还愿是还愿去。坐一路的这个敬山敬庙，自不必表。对，就说到了妙峰山山顶上，嗯、整个娘娘殿里头，又剩你母亲跟那儿还愿，你呢坐一竹车里跟那儿玩、啊，旁边老和尚跟那儿敲这个磬，对，你跟那儿玩的挺开心，老和尚呢敲敲磬看看你，敲敲磬看看你，你呢也看看老和尚，你冲这老和尚咯咯这么一乐，啊，老和尚眼泪都下来，还有他什么事啊？来让爸爸抱抱。这个双娃娃很精彩啊！不但听到相声，还听到民俗。因为双娃这事儿没有我赶上过，怎么拴，上哪儿去？因为我是天津人，天津娘娘宫，然后我带您上娘娘宫去看那个怎么拴娃娃。不过现在不许拴了，说你还能解放呢，就能拴娃娃。只要没有小孩呢，那个妇女就可以拴娃娃。要是没有啊，我都是说有的快。什么做什么节育不是？您看这不育不育症的老排队还是有，有的就刷完就有效。我认为可以上这个，没有庙山了，庙山没有，年龄不有。
现在呢，这个说娃娃，这个暗影跟他没关系啊。暗影猫送王自健、马春然两个花篮，武汉无心方丈送马春然三个花篮，武汉无心方丈送王自健一个花篮，0.5送王自健、马春然两个花篮，翻转小篮，掌声起来。感谢大伙儿，谢谢。这个抓紧时间给您说一个，马上就得走，说跟订好的这个长途汽车票，来不来不去了，来不及了，人家不给退了、啊。是，咱们就抓紧说一个，啊、对，说一个小段儿，说个谁呢？谁呀、啊？别跑了，哎，你看不见这个人，哎啊、马春然马老师，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你别看说是比我岁数大，是比我岁数大，大几岁啊？不熟悉啊，差不多。这个不熟悉，比我大几岁？大几岁。但是呢，认得跟我叫师哥。哎，这为什么呀？哎，我比你入门早啊。啊，对对对，对吧？教育。哎，糟粕这都是。教育都被我们洋气了。教育叫师哥。哎，没了吧？哎呦，高兴。那个，行，这个再教育。像话吗？你玩会这个就完了呗，你还想走吗？这个特别好，而且为什么说人家是半路出家票友出身，人家现在说相声，你看人家说当然也一般啊，现在也业余的，对，但是你说为什么我特别欣赏他这样的演员，什么原因？包括陈素都算是，是没有您好。是吗？相声界一直缺乏您这样的演员。我怎么了？知识分子气质，气质的啊，知识分子气质，对吗？就是从小就喜欢吃屎，喜欢吃屎。哎，知识啊啊！您这舌头该治了，这个从小就喜欢知识，是，而且喜欢什么呢？喜欢认字，哎，求知欲比较强，爱看字。他会好几个省的汉语，不是我没文化，是你没文化呀，这个什么叫好几个省的汉语啊？就是说认字字全的，哪个省的书都看的，那不都一样的？哎，那出版社不一样，对不对？会不会？反正就是汉语研究者吧。对。但是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哪句？人生糊涂识字屎。这什么意思？识字啊，屎。啊？什么意思？就是人一从认字开始就开始犯迷糊。啊，对。因为呢，你不认字的话，你的所有经验是自己亲身经历来的。是。你看书得来的知识是别人告诉你的。没错。这是完全不一样。对。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怎么？糊涂屎。谁糊涂屎？糊涂屎你了。啊。停小辙也不分了，您这。啊。就说呀，什么都愿意看字。啊，对，看完字还照着做。哎，我都得照着做，都是这么一个。小时候看一说明书，啊什么，哎，小片合格证看会儿，哦，就外头走看仨字儿，认半天，啊，果皮箱。我这文化也不怎么样，到哪儿就喜欢看字啊，是不是？对，这边这个前两天嘛，前两天买了瓶可乐，啊，买瓶可乐喝，可乐喝饮料，哎，可乐喝可乐。什么乱七八糟的？拧盖，没有气儿。我别晃的好不好？打开盖，刚要喝还没喝呢，看瓶盖上写这一行字，什么字？生产日期见瓶底。对，没拦住，傻一身，像话吗？黏了吧唧的这个。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好，什么？吃一堑长一智，哎，记住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打这儿起啊！那年他是30岁，啊，30岁那年，知道拧开盖的可乐不能往顶上看。我立誓晚点这个。哎呀，吃一堑长一智啊！是。后来家里还有个雅号，啊，什么雅号？写达字。这什么意思？挥毫泼墨写这个软笔的书法，哎，我爱写毛笔字，有这么一个雅号。对，哥喜欢写这，出去笔墨纸砚弄好了，买的这个立德格的这个墨汁，哎，这名牌立德格墨汁，打开盖，刚要往那里挤，还没挤呢，嗯，看见这个墨汁上写的，写的什么？使用前请摇晃均匀。酒吧里还干过是吗？不过酒吧你
谁对吧？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说这意思，呼呼，一通摇，呼，这屋子里去黑一遍。是，哎呀，我给漆了一遍，哎，这我怎么弄啊？哎，去，哥，行，吃一堑长一智，反正墨汁甭说墨汁啊，以后瓷是这个液体的东西，哎，只要是液体，是，我先用再看字。哎，我长这么一记性不是完了吗？我撒一身，我弄一屋子，我干啥？触类旁通，先用再看字，啊，都准错不了。没错。后来有一个病，病上那个药店买瓶药喝啊，买瓶药喝。过去大夫给我拿瓶药，拿拿说出大夫随手给他一拿，眼睛啪闭上，不看，拿来了吗？气出气儿。给人钱，您自己拿，自己拿。看着拿，看着拿，哎，相信他啊，好，哎，好，要呢，哎，你这拿错了，你这个，拧开盖儿，不看字，不能看字，忍着，都喝了，啊，盖儿拧上，拧着，盖儿必须拧死了，拧上盖儿。现在我再看字哼是行了吧，你看看吧，没事儿了吧，啊，睁开眼看见仨字儿，你差点吐了血呀，哪仨字？